信我们大家都一样不信因循守旧，热衷创新是我们共同话题。作为新生代的我们，渴望见到更多新事物，实在无可厚非，所以我们鼓励每一种创新到最近几年让大家疯狂打 call 的 Boost 技术来说，一粒粒看似普通的泡沫升起了新一代的谎战中第一名小白鞋的潮流，时至今日 Ultra Boost 是很多粉丝心中的殿堂级大品，流线型的鞋型夹 Boost 全掌加持特别要说，但是 1.0 纯白鞋身的设计可谓别开生面，最让人积极在到 NMD OG 随后问世，信息量瞬间刷屏了那时的朋友圈，成功翻越到新的风口，全掌 Boost Prime Knit 鞋面加上三双复古跑鞋的柔和 NMD 配得上是运动鞋史上一双大秤之作，接着是 Easy 的持续发力与更新，包裹式 Boost 加半透明 TPU， 刚开始被人说丑，可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接受并欣赏，轮到 Easy 可谓是刷新一代人的审美风潮，老爹鞋的风头至今没有撒去，创作这件事情从来都要保持着 ING 状态一直进行着，你要问我到哪为止，对不起这里没有过去是这么多感慨，来自于昨天抢先看完了 Adidas 的秋冬大片原创不息，真的太有共鸣和加观赏，每次创新的过程都像是等待进度条的加载，与其被动坐享其成，不如推动自己继续突破自我边界，重新定义那些陈旧系统，鹿晗碰撞金融制造多元音乐风格，令原创力量再度觉醒。Loading complete。杨幂杨幂少年成名，却没有固步自封，就算清楚成就，也要重创荣耀红毯阶梯，无限延伸。我们绝不停在原地。Loading complete。水原希子不是第一眼美女，却能依靠自身特异风格脱颖而出，不知不与模特海王演绎，借不断试炼和进取，每次转动的加载。圈水原希子代表着更多风格的变换可能。Loading complete。DOK 二韩国 OG 嘻哈老炮 DOK 二张开双臂，那既属于自己的光环光芒，点亮原创领域这条 Loading 八通向未来。 P O D System P O D System 重设系统前号，标志性鞋底设计支援原创经典代码，植入前卫科技之要，以透视美令感的桥点连接设计加载，未来街头程序可滑动观赏，创新这件事没有适可而止不停步。西蔡徐坤 Offset 西梦瑶为大师黄景瑜余文乐陈奕迅